足七尺的女孩会被赶出永巷，希望陪伴母亲的他们于是选择高桥留下，而男孩则更加悲惨，在这里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，变成亡魂眷恋在母亲身边。历代齐王的默许是别院中女子受苦的来源，姐姐舒江也会是这里的一份子。不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